嗨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米杨子。今天我们去赶集，打算买一点本地新鲜花生，看看有没有，再买个本地的西瓜。走。味道真好，能出去开店挣钱。今天来的比平时早一点。我们今天来的比较早，现在才8:20，好多人啊。我们等会儿出来买吧，太重了不好吃，先去逛逛。这个也是本地西瓜，西瓜好多啊。1块钱一斤，本地的西瓜特别大。这个大西瓜你们猜多少钱？才11块钱，这有11斤，好重啊，11，买的好值啊，山上的西瓜。我们等会儿回去看甜不甜。我的家人们还能翻身，我才坐地的时候睡完身。不行啊，我们老师都不想问了。我这样主意了。不要那么高，几月份了？6月9。我们那个山上种的有，但是没多少，20块钱一斤啊，还可以啊。把它晒干，晒干了可以做菜的。儿子，的确是往年便宜一些。以前我们在市区的时候买30还是40的，已经。我在这边叫我。好多卖水果的，还是没有看到有卖新鲜花生的，特别想吃。上次我们在市区买的8块钱一斤，好好吃啊！只买了2斤，吃完了已经。今天都拿了20块钱一斤，新鲜的生姜6块钱一斤。刚宣扬过宣的会，给我扣扣呀。可以。1块钱。嗯。1块钱。不会选。你可以点。我是问你都不要银笔啊。Thank you.
是不是逛了一圈啊？没看见有卖花生的。哎呀，上次在市区应该多买一点。刚才有看到有个老奶奶阿姨，看她那个花生，不好看，太小了，就是一个一个的，没有长全，还有就是看得出来是泡水了，所以，哎。下次再遇到上次在市区的那个老爷爷，我们就可以多买一点。可以的，说讲假啊，你讲假，我一定你讲，你把裤子扔了，讲假，16块钱几？干啥？这都是技术嘛。来一块，知道吗？一个上面多少钱？那三张。一个袋子就有的，不要工作。一个年夜玩儿有的，我得三个都吃。7块多7块钱。27块钱。比官平便宜，上次在官平问18块钱。真的还？没。哎，这个又爽。1块钱一斤，吃一个尝尝，没有见过这个。1块钱的。你买完了？卖西瓜的，哇塞，这个西瓜好大啊！老板买啊？哎，有份。好大啊，这个西瓜，这么大，是刚才买的那个西瓜大多了。这是中山西瓜，我们这个西瓜是比较有名的，我们买一个尝尝吧。你能温柔的面，我不管的话，我不能面。谢谢。好的。哎，今天好热，我就是听他们讲中山的西瓜好吃嘛，但是一直遇不到中山的西瓜。回去了啊，满载而归。今天买的太多了，骑都骑不动，太重了。这个西瓜20斤的。刚那个卖西瓜的老板跟姐夫是认识的，他们家是种果园的，各种水果都有，还邀请我们有机会去他们山上玩。那个红心的猕猴桃马上出来了，就是扇子送的。这个冬瓜好便宜啊，1块钱一斤的，这里是5块钱。我在找车钥匙。你看今天买了这么多东西。看我们今天买了都买了些什么东西哈。这花椒6月椒，红色的，20块钱一斤，这里是20块钱的。
这个猪肉16块钱一斤，这里是27块钱的。冬瓜1块钱一斤，这个叫米冬瓜，也是有霜的，长得体型比较小。这里是5块钱，1块钱一斤的，5块钱。生姜6块钱一斤的，这里是6块钱。核桃6块钱一斤的，这里是8块钱。这个西瓜1块钱一斤的，好像是11块钱。这个西瓜1.5块一斤的，中山的西瓜，这里是20块钱。这个水豆浆5块钱。今天买了这些，你看，大家觉得值不值？都是本地产的，这边好多本地的农户家庭自己种的菜吃不完的，就拿到集市上来去卖，很勤劳的，这些老人都很勤劳，闲不下来。回来了，锻炼肌肉。哎呀，梯子，你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我们在什么动作？起得太兴奋了，每次回来的时候，他嘴里在反着东西。好，你得打，你得。这个是米冬瓜，跟我们那个霜冬瓜是不一样的品种，但是都有霜。我那个打的现在都小些。你在这多少钱？6块钱一张。6块钱。花椒。有的管。用保鲜袋包起来，放冰箱，只要里面不进气就行了。刚才老板给我们教的是放到瓶子里面，让它密闭封紧，不然的话会长霉变黑。把它搞紧，放冰箱，吃的时候就拿出来，就是新鲜的。本来想着晒干的，晒干就可以储存，但晒干的味道就不如新鲜的味道好。还真的挺实惠的，20块钱这么一大袋。学习瓜啦！这个西瓜好吃啊，冰了一下更好吃。汉良是不吃西瓜的。我吃。自己取的小零食，你看看，都会取，自己去拿的，自己撕包装。